整穿黑丝。我就不信你们能上1000个钻粉，这个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不是说你们一个人说的就能达到。来呀，1000钻粉穿黑丝啊，来呀，穿就穿，这有啥好怕的？好像整个直播圈还没有几个有1000钻粉的啦。Later。我。我是不是该走啦？给大家拜年了，给大家拜年了，兄弟们！今天在这个好日子里面，祝贺我们直播间1000钻粉，在这里祝你们新年快乐！好了吧，他们说超怪来啦，超怪啦，不能看了，不能看了啊，我这个腿被警告了。我是为了实现诺言啊，网袜确实太性感了，网袜太性感了，当我一穿网袜的那一瞬间就被警告了。估计超管也在我直播间暗暗的等待吧，他想着虽然我知道网袜非常的违规，但是我还是等他露一下吧，因为我也想看他穿网袜是什么样子，等他露一下我然后再警告。无敌，我真聪明，绝对是这样的心理，不然的话他不可能正好等我露的那一瞬间他就在我直播间警告我，绝对是因为他知道我要穿网袜了，然后他在直播间里等，他就等我出来的那一瞬间再警告我。哼，好啊，没想到超管你是这样的人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，原来超管也是，真相。我平时直播间没有什么太多人对我色色，今天有这么多人对我色色，我还挺感激的，没想到一句简单的福利个居然成真了，谢谢大家喜欢啊，么么鸡。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直播间里包含着这么多老色批，他们以前看我直播应该也憋得挺惨的吧，真的突然觉得做我的粉丝也挺不容易的。而且我今天我穿了黑丝，我感觉也没什么不一样啊，但是我们今天被警告了，今天被警告了，兄弟们，真的满分主播终于被警告了，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美色，真的太开心了，真的通过自己的美色，我们现在是官方认可的色情啊，不，美女主播就很棒。